我们不说了，先回去吧，啊！来，来，慢点。哎呦，这失去的我觉得太可惜了，可惜呀！哎呀，真是，哎，下场是吧？真是好人。哎，各位兄弟啊，这玉湖古玩店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哎呀，少东家云大公子昨天晚上给人杀了。哎呀，云大少爷那真是少有的好人呐！是啊，谁这么狠心下这样的毒手啊？就咒他不得好死，不得好死！是不是被强盗给杀了呢？哎，官府是这么说的。那抢也抢坏人的钱财吗？那贼真是瞎了眼了。说的也是嘛。我们速速前往杭州。好。哎，老人家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哎，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？这欺负我也不算稀罕呐，我就是个平民百姓啊。这怪就怪在杭州出名的大善人云建飞的三个儿子，嗯，一夜之间竟然在姑苏钱塘杭州被强盗给杀死了。真有这样的事啊？怎么，我这把年纪还能说谎啊？还能开这么没德行的玩笑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这种事让人听了太令人吃惊了。官府啊，在集市上贴了通缉凶手的布告了，说是什么江洋大盗干的。这也太吓人了。
吧？我来是提醒你们一声，如今的世道不太平，真的得小心点儿。昨天你们来不就被人吓了一跳吗？哎，真的得小心一点儿。嗯，哎，谢谢你啊，老伯。谢谢老伯。那你们慢慢吃啊。哎，肯定有问题。八爷跟我师父一定是去杭州了，咱们也赶紧去吧。好啊，我去收拾行不行？你不能去。小曼，我一定要去。你忘了还在通缉你呢，我们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你去送死。花哥，你就别去了，我家小姐那么关心你，你连掉根头发小姐都心疼啊，你就别去了。这样吧，你在这儿等着我们，我和小不点一起去。哎，小曼，你不用担心，当日我能混出城，现在我也能混进去，你啊就放心吧。不行，这样做太危险了，要不我们大家都不要去了。小曼，你不是想你爹吗？你不是也想见鼠哥和碧玉吗？哎呀，你怎么还是不明白我的意思啊？这人不能总是靠运气，你想想这一路上碰见过多少次危险，不能每次都靠撞大运吧。我就是能靠撞大运呢、啊、万一不能呢？万一不能，我们以后就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哎，我有办法了，我们大家都能去杭州。小孩子家别胡闹了。哎，小不点，你有什么办法？花哥，你跟我们家小姐是天生的一对，你们俩扮小两口进城吧。扮什么小两口啊，能不能换点别的，比如说兄妹了，母子了？哎呀不行，花哥，哎呀，你们扮小两口才像嘛，扮兄妹一点都不像，真的真的一点都不像。小不点，你胡闹什么呀，人家又看不上你们家小姐，你说这种话也不知道害羞。哎，对不起了花哥，是我小不点不知好歹，我们家小姐高攀不上你啊。我也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说要扮小两口我就得扮新郎官了，扮新郎官我就得化妆吧，可是我自己不会化呀。那我会啊，我可以帮你化。你笑什么呀？小不点，当一个好书童可不容易啊。嗯嗯，玉安，你听着，月圆外被害死这件事情并不简单，可能牵扯到一个大阴谋。这次我到岳家庄去，一来呢是吊唁，二来是要弄清楚是怎么回事。老爷，这事儿要是真和当年那个肉球怪胎孩子有关系的话，这孩子的身世恐怕是不简单呐。我也是这么想，可能是仇家得知这孩子还没有死，要来斩草除根。岳员外就是为了保护这个孩子而遭杀害的？除了这个原因，岳员外没有其他理由会遇害。岳员外可真是义薄云天呐。所以我们也不能做小人，秦大人想套我的口供，哼，休想。哦，这事儿还牵涉到秦大人，所以我说这其中阴谋不小啊。嗯，走吧，咱们继续赶路吧。是。怎么样、哎、我们俩像不像？你拉着他的衣袖咋像傻媳妇吗？哎呀，你别板着脸呢，笑眯眯的看着娇娇妻，受不了，不俏媳妇吗？我说你是不是跟别人做过小两口啊？你笑什么？你别笑啊，到城门口了。好，走吧走吧走吧。又提高啥？过去看看。
通山大哥，我问一下，那丐帮帮主怎么又不通缉了？该我倒霉，拿不到奖金，秦大人说放过你们了。哎，现在啊，要说这个，丐帮帮主，走吧。我说嘛，都是你办的不好，都赖你，下辈子。哎，都是你办的不好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别吵了，别吵了。王爷，看来咱们又来晚了一步，云老板很可能出事了。走。哇，谁这么口出狂言啊，居然能胜过赵八爷，看我不拆了他的招牌。哎，小不点，八爷又不在，你拍谁马屁呢？八爷不在，八爷的女儿在呀。哦，小不点，你真有胆量敢拆那招牌。我说着玩呢，我刚才是气话，我哪敢拆招牌呀、啊、好，你不敢去我去。哎小姐，你真去拆招牌啊？傻小子，八爷在里面呢、啊、走吧。那我先躲躲吧。啊，先生，奴家想算命。山人没空，明日请早。那女儿请你算命呢？那当然可以了。小满，爹想死我了。爹想死你了。参见王爷。哦，免礼免礼。哎，你们怎么找到我的？我们看到您贴的告示就找到了这儿。前几天遇到了耿龙，小曼为了救我从山坡上摔了下去，都摔晕了。后来小曼她……哎呀，你看你那么啰嗦，说些什么呀？八爷，你这个女儿这回是非常的勇敢，而且还是我的救命恩人呢。爹，你别信她的话，她是为了让你放心，所以才这样说的。不见得吧，王花的话重听，爹听了心里很高兴，爹为你这么懂事感到自豪啊。哎呀，爹，别这样夸奖女儿了，我都不好意思了。咱们闲话少说，现在我有几件事情吩咐你们分头去办。嗯，小曼，你和王花速回丐帮，带领丐帮弟兄寻找玉湖古玩店老板云剑飞的下落，他被玉指夫人劫持了。嗯，王花，你通知戚大成赶快联络天龙帮，还有告诉石乐天，趁着夜色降临的时候带着天宝潜入衙门追问秦刺史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嗯，那好，我在这里等你们的好消息了。是。云剑飞，你有何苦呢？说出孩子的下落，不就免受皮肉之苦了吗？自从玉指夫人杀死了岳员外，残暴可谓令人发指，干脆叫发指夫人好了。我岂只敢杀岳员外，你不说我还会杀人。你把我杀了好了，岳员外能舍身取义，我也能。你不说我不会杀你，那我要杀你儿子。你敢？我为什么不敢？你说我是发指夫人吗？专做令人发指的残忍事。你是你魔头。住口。云剑飞，得人家的孩子，你要舍身取义。好，我成全你，替我好好照顾他。是夫人。夫人。老家伙，不识抬举，你费劲了，打死我我也不会说。老顽固，你图的哪门好处？你说不出。怪不得那些臭小子又臭又倔，跟他老爹一样是茅石坑的石头，又臭又硬。你怎么知道我儿子倔？何止是倔，和你一样自以为了不起，硬要跟我过招呢。你把他怎么样了？我能把他怎么样？他想要我的命，我把他们都杀了。杀了？杀了老几？什么老几？我全杀了。啊，你啊，糟了，他晕了。红鼻头，你完了。你什么了不起的？他没死，一盆凉水就活过来了。哎呀，说的不是他，是你。你死定了。我怎么了？我为什么要死啊？洪大哥，我这么蠢都知道为什么。夫人不是说不能让他知道他三个儿子全死的事儿吗？嗨，
他三个儿子死的事儿迟早都会知道的嘛。对呀，你想他知道儿子死了也没希望了，为了报复他死也不会说出孩子的下落。啊，洪大哥，这回你可吃不了兜着走了。喂喂喂喂喂喂，兄弟一场，你们不要出卖我。花哥，走错路了吧？丐帮总部不在这个方向啊。哎呀，行了，跟我走吧。啊，丐帮主，属下参见帮主。姑娘，哎呀，免礼免礼。我今天找你是有件事。帮主吩咐，你回去发动弟兄们打听一下，古玩店老板云剑飞被谁给劫持了。帮主，我看这事儿啊，还得您自己亲自回去下命令。现在帮中已经没有兄弟听我的了。我是不会回丐帮的。那这找人的事儿可就难说了。那有什么难说的呀？你是丐帮主，你回去下达命令不就完了吗？就这么着了啊！走。你怎么说走就走啊？华哥，你真的不回丐帮了？不回。你为什么不回丐帮啊？我害怕呀。哎，你怕什么呀？怕什么？你心里知道。我知道，我怎么会知道呢？我怕黑啊。怕黑？你别开玩笑了。你又不是小孩子，怕黑？天黑了，然后干嘛呀？睡觉啊。我在哪儿睡啊？丐帮啊。我在丐帮睡，我就怕我睡完了，你把杭州城的醋全都买光了。啊，讨厌！再说，别打，别打，再说。耿龙。看他住在什么地方，去了哪里，快点。好。客官要买点什么货呀？有祝寿的套货吗？哪种规格呀？当然要天子第一号的了。有龙有凤，客官要哪种啊？要龙。客官可有订单？有。客官急用，急用，客官放心。好了，我回去等着了啊。货呢一定要好，起货要早。爹，耿龙进了小巷就不见了。咱们去了，咱们不管了，还是去办咱们自己的事情。好，好吧，走。秦大人，是谁杀了云府的三位公子啊？啊？下官正在悬赏缉拿凶犯呢。别再演戏了。下官确实不知情啊。那是谁劫持了云老板，这你总该知道吧。有这事儿？他怎么没到我这儿来投诉啊？一问三不知啊，看来留着也没什么用了。好汉饶命，好汉饶命，好汉饶命，直说，好汉饶命。这都是尉迟夫人，还有红鼻头，闭眼猫，还有绿毛，他们所为啊，跟下官没有什么关系呀。哎呀，那云老板被关在哪儿了？说啊，说不说？哎呀，尉迟夫人不相信我，我确实不知道啊。我还是想留条命啊，我是不是？请好汉手下留情，手下留情啊，手下留情。八爷，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。哎，你这个秘密不说呀，我也知道，是关于小姐的，对不对？你怎么知道啊？哎，你掌握的秘密啊，除了小姐还能有什么呀？这倒也是。来来来，到亭子里坐坐。不过这是小姐最大的秘密，小姐喜欢花哥，这够秘密的了，是不是？来，坐下来，坐下来。不过这是小姐最大的秘密，小姐喜欢花哥，这够秘密的了吧？花哥？这个吗？那倒是个秘密，最糟糕的我不知道。我知道。你知道？那么我也知道了。花哥呀是喜欢小姐的，肯定是。你凭什么肯定啊？我上次看见花哥抱着小姐，哎，云长小姐还对我说过男女授受不亲，
你在哪看到的？在山坡底下。哎，那是小姐受了伤，滚到山坡底下去了。花哥是把她抱起来救她的嘛。啊、你看你这小孩子。那是我弄糊了。你弄糊涂了吧？嗯。嗯长龙，带你去见太师。不行，你糊涂了吧，长龙？放下，别放下。小不点儿，走，小不点儿。你醒醒，醒醒啊！小不点儿，来，小姐，我没用，我没保护好王爷。小不点儿，我爹他到底怎么样了？耿龙有没有伤到他？耿龙拿着那么长一把剑，把王爷一把抓过去，好像要杀人似的。这可怎么办呢？我和爹刚刚见面，还没说上几句话。小曼。你别哭了，你哭就能把八爷哭回来呀，你再这样哭把大伙心都哭乱了。我哪儿说错了？我说的是事实。师父，先让大家出去吧，我来陪小曼。好吧，小曼，你别想的太多了，八王爷不会有事的。是啊是啊。走。小曼，小曼，小曼，我知道你很伤心，也很为你爹担心。如果你想哭，就痛痛快快的哭吧。哭完了以后，我们一起想办法去救你爹。花哥，我知道，你一定会有办法的。只要你不哭，我就会有办法的。我跟你说啊，你爹啊，肯定没有生命危险的。真的呀，哎，你想啊，八爷德高望重，他要是有什么闪失，肯定会天下大乱。所以说呀，潘仁美肯定不敢下手。哎，你想，咱们能从谪仙山庄把八爷救出来，就一定能从耿龙手里把八爷救出来，对不对？哎，我王华发誓，如果我救不出你爹，我就是乌龟王八蛋。我哎，别发誓了，花哥。我相信你就是了。现在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是八仙王。对呀，我是八仙王。那我是你什么人？你知道吗？我是你的主人呐，你是我的忠仆。不过，我一直把你当兄弟看待。跟我的时候，我叫你什么来着？我叫你小笼子，还记得吗？小笼子，你还记得吗？小笼子，没错，我不会抓错人的。你身上有八仙王的衣服，还有八仙王的声音。哎呀。那你还不赶快放了我？我要带你去见潘太师。哎，你还记得飞天鼠十乐天吗？你再想想看，还有小曼，小曼，我的女儿，你还记得吗？赵小曼，你的女儿，我的女儿，是，我记得，她说要带我去找你，可她又跑了，她骗我。
要杀了我，我要把你活着带回去就拍台尸，你要活着，耿公啊，你这么折腾我，我真不如死了的好。你不能死，你也不能有病，你要活着去见潘太师。哎呀，好，好疼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好疼！哎呦呦，你怎么了？给我点水喝，我好疼啊，难受，我太难受了，快点，我疼得厉害，快给我点水喝。我不能送你，喝水。你给我松开，我难受，疼得太厉害。喝水。给我点水喝。你要喝水？你给我松开呀，松开。我太难受了。你可不能跑啊。你千万不能快，我给你弄水，我给你弄水去。快去！啊，主怎么样了？刚刚平静下来。哦，哎，王华，你真是变得稳重了，也成熟了。哎，师父心里很高兴啊。哎，王华，你有时间多指点指点你师弟。师父没空，哎，实在忙不过来啊。师父，徒儿知道应该怎么做。但是说真的，我虽然安慰小麦说他爹没事，但我心里真的是没底。小麦那么相信我，我更觉得责任重大，因为希望越大，失败的打击就越大。我真怕小麦他会受不了，我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。王华，师父知道你来是想得个主意，得个办法。哎，师父也只能告诉你，现在急也没有用，怕也没有用，咱们只能尽人事，看天意啊。不管天意如何，我都不会让小麦失望。王华，你坚信好心有好报是对的，天不欺人嘛。师父，徒儿明白了。我打死你！我好了，云剑飞，你这不是自找苦吃吗？云剑飞，你是聋了还是哑了？你是不是找死啊？求你们把我杀了，我现在只想快点死。云剑飞，蝼蚁尚且偷生，你就那么想死啊？你杀了我三个儿子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想要个儿子还不是很容易的事吗？有个女人就可以生儿子，只要你把肉球怪胎婴儿的下落说出来，这个女人就是你的，我还可以再送你几个。云剑飞，你真要和我作对到底呀？对，我要吃你的肉，扒你的皮。好啊，那我就替你好好疗伤，等你养好了身子，可能你会觉得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的乐趣。燕妹，把他压下去。是，夫人。
是谁把云剑飞儿子的事儿泄露出去的？说。夫人饶命啊，夫人饶命，饶命啊夫人。哼，当我的话不是话了。夫人饶命啊，给我长他这张臭嘴。是夫人，夫人还不如让红鼻头自己长他那张臭嘴，看他有多恨他那张臭嘴啊。好聪明，红鼻头你就给我自己长嘴。够狠吗？啊，你们说够狠吗？嗯。好了，下次再长吧。谢谢夫人。你们退下。是夫人。是夫人。叶妹，我有个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，你敢去做吗？但听夫人差遣。我就不怕他不上钩。不知道夫人这次让燕妹完成什么样的任务？丐帮主王花是个怀疑对象，我要让你混进丐帮，想办法验验他的脚板有什么标记或有什么胎记，还有打听他们的计划。是，燕妹明白了，那我现在就去。慢。还有什么吩咐吗？你想到用什么办法没有？奴婢回去慢慢想。慢慢想，想到什么时候？你过来。这什么？还要做什么针缝？不要说你的身体，就是把你的小命搭上，你也要给我完成任务。是，奴婢不会让您失望的。那我先告退了。去吧。门头睡。想我这代帮主的日子，哎，恐怕也干不长喽。你说我这爹妈是怎么弄的？他怎么就把我弄成个罗锅呢？罗锅有什么不好？我驼背盖不也是能文能武吗？啊！代帮主，你是谁啊？我是谁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给你带好日子来了。好日子？我现在的日子过得不好吗？我是代帮主，哎，天天被人追杀，这也算好日子吗？我被人追杀？你造谣！难道你忘了红鼻头和绿发侏儒了？你想干什么？谁派你来的？是不是那个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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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夫人？我告诉你，今天你要是不把话说清楚，你就别想活着离开这个地方。你别狗咬吕洞宾啊，我今天来呢既是为了你，但更重要的还是为了我自己。你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？我想做帮后。帮后？嗯。真是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你还算老实，敢开条件。哎，你是什么人？你怎么知道我们帮主不在？哎呀，戴帮主啊，你怎么这么聪明的人问这么傻的问题呀？你都快死到临头了，怎么还不想办法为自己保命呢？我会死吗？那你告诉我，怎么样才能保住我的命？哎呀，谁让我只能靠你才能做帮后呢？那我也不怕老实告诉你，第一呢，只有召回英明神武的帮主，才没有人再敢追杀你；
也没有人再敢欺负我们的丐帮，对不对？嗯，对。这第二呢，要想留住帮主，只有我才能迷住他，对不对啊？嗯。那如果我当了帮后，你就可以牢牢坐稳你二帮主的宝座，你想不想啊？想。我真的连做梦都在想啊。那你还不赶快去找帮主？哎哎哎哎。我马上就去办，我马上就去办。哎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呦，啊，哎呀，啊，哎呀，你怎么了？哎呀，哎呀，啊，快快快快快！我给你解开绳子，你可不要跑啊！我现在疼成这个样子，我能跑到哪儿去啊？哦，喝点水。哎呀，哎呦，你好点了吧？哎呀，好什么呀？你千万不要碰我，我现在哪儿也不能去了。哎呦，你把那潘太师找来见我，我就在这等他。不行，我们哪儿都不能去，等你病好了我们再走。哎，耿龙啊，耿龙啊，你以前这么关心我，爱护我，对吧？你还记得吗？当年我们在黄山游山玩水的时候，我受了风寒，你也是这么一口一口地喂我吃，希望我的病快好。你现在倒好，物是人非。你现在的目的完全不同了，啊，你明白吗？你现在希望我的病快好，是为了什么呢？是为了把我送给潘太师，为了把我往死里送啊！耿龙啊，你这个样子，我心里是多痛苦，我多难受啊！啊！你说什么？啊？你说什么药能治好你的病？我好去找啊。哎，我倒是在想啊，我能够找到什么药，能把你的疯病给治好啊？什么疯病？疯什么病？王华，这段日子你长进不少啊！哎，为师打心里为你高兴啊！嗯，玉不琢不成器，希望你以后啊，通过磨练成为栋梁之才。师父，徒儿知道自己资质甚差，也不图将来能飞黄腾达，我呀，只想过自由自在的生活而已。王华，哎，哎呀，王华，哎。你看看谁来了？嗯，谁？哎呦，属下参见帮主，请起，请起。我说驼背盖啊，你不好好当你的代帮主，跑到这儿来找我干什么？哎呀，帮主啊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这国不可一日无君，帮不可一日无主啊。你看我的能力又有限，我现在搞的帮里是乱七八糟，什么都搞不清楚。所以啊，帮主啊，你要回去主持大局啊。哎，我说你对自己有点信心好不好？啊？老实跟你说，其实我的能力比起你来差远了。再说了，我也不太习惯啊。哎，帮主，莫非你是瞧不起我们丐帮中的兄弟？啊，丐帮主，王华不是这个意思。嗯，啊，嗯，那是。啊，你放心吧，王华一定会随你回去的。师父，师兄来，谢谢前辈。你是不是请丐帮主到客厅去喝茶呀？哎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好好好，哎，戴帮主，来，不是，哎，帮主，帮主，你一定要回去啊，哎，帮主，走吧走吧走吧。哎，师傅，您不是真的让我回丐帮吗？我真的不习惯啊。哎，王华，你还不习惯？那些剩饭蔬菜，你不是吃的挺香吗？这是个难得的锻炼机会啊。哎呀，师傅，您是不知道，我要是回去，肯定会给丐帮增添很多麻烦的。第一。那个神头帮啊，
还有官兵什么的，肯定会针对我这个擂台新霸主啊。第二，我又不会理财，我怎么养活丐帮那么多兄弟啊？第三，王华，你真的那么糊涂啊？师父，我跟您说句心里话吧，我不是不知道，只有靠丐帮才能救出王爷，替王爷找回儿子。我坚持不回去，是因为我不想再让小曼伤心了呀。其实，我真的很在乎小曼。当然，我不会去爱那些帮货帮匪，不管他们长得有多漂亮。只是小曼的心里始终有个根结呀，我怎么能再让她伤心呢？师父，难得有个这么好的姑娘，把我放在心里啊。现在她为她爹的事担忧的不得了，我不能让她的心里再多添一层痛苦了。王华，虽然你不会丐帮，会对我们的计划有极大的影响。但是师父尊重你的意见了。师父，那我决定不回丐帮了。我认为你应该回丐帮。小曼，你可别说赌气的话呀。我没有赌气呀，我觉得你真的应该回丐帮。而且我要谢谢你为救我爹而鼎力相助。我走了。小姐，你不舒服了？没有，你不要多事。帮主爷，帮主爷，好，安静，安静，安静！帮主啊，今天终于回到了我们的丐帮啊！我们今天为他准备了最好的礼物，让他慢慢的享用。你是谁啊？我不就是你的正宫娘娘，你的帮后吗？哎呦我的妈！哎呦，有人吗？有人没有？帮主啊！帮主，有何吩咐啊？我说你赶紧让他出去！帮主啊，这可就是你的不是。帮后又没有犯什么帮规，不可以随便乱废的哦。你真不让他走啊？你不让他走是不是？好，他不走我走。天亮，把你抱在
在怀里，生怕时光太短不能久长，握紧你的手来疼我们守一个梦想，把你刻在心上，不怕幸福太短不